常的装傻，眼风是你也是我，好比昨天圆头，今天包头，明天牵手。家常的茶余饭后是整个你我，拜托谢谢再联络，白眼翻到太空。疯狂世界快乐的火，悲剧有喜剧效果，你笑破喉咙都没有用，加油。疯狂世界好好加油，让每天都浑水里动，你加油其实少不了我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破起来爽快，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你奇怪不奇怪？疯狂世界好好加油，让每天都欢声雷动，你加油其实少不了我。你看，你看，这太好笑了！天哪，这真的是吴子良吗？想不到吧？他喝完酒之后变得超活泼、超嗨的。哎，姐，我跟你说，如果在现场的话，你一定会被他舞姿惊艳。哎，我记得谁跟我说过他很避暑、很闷的？啊，他就突然间形象180度大翻转啊！我也超意外的。姐，你下次跟我们一起来玩，超有趣的。我才不要嘞！我跟你们去干嘛？当你们的电灯泡？说不定你会看到更多它不同于以往的一面啊！不用，你留着慢慢看就好了。好了，慢慢欣赏吧，我要去睡了。哎，我传给你。嗯，早点睡啊。姐晚安。晚安。超级帅，那是起床还袂啦，爱上班啊呢。你是在看啥？我来看咱的宝贝啊囝。是我呀，你安尼含情脉脉看我的好事，我也是会吃醋。你是吃啥醋啦？嗯，我看讲哦，好久没有看到这样的画面。较早因细汉的时阵哦。我咧无用做生理，吼，质量得特别照顾自己，啊，手安尼十指紧扣，啊，脚那个趴过，我讲出来。嗯，你安尼讲哦，我像你细汉的时阵哦，吃果子，哦，那个黏条条哦，内面讲叫你较紧一下，啊，不然太烂一下。我是讲哦，是你这个妈妈教的好。被颁奖了啊？好啊，你是拢你啦。我咧无用做汤粿，拢嘛是你咧干搞。我给你颁一个模范父亲的奖杯给你。当当当当。感谢。伊认真讲过哦，是三个囡仔本事都唔歹啦。尤其是咱这大汉囝子良，看咱咧无用，这大兄做外去，咱若咧无用哦，伊就会顾这两个小弟。哎，真正甘心。好了好了。那条互相搏来搏去啊啦！迄质量爱上班，伊是主管呢，伊若无法度以身作则，是免甲带人啦。对，总干事阿麦来做官。对，毋是啥？叫起来！来来来！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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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嘿！爸妈，早！早！爸，您在这里啊？你怎么睡在我床上？看清楚，这是我的床吧？对，这你的床，那我昨天我对，你知道你昨天晚上喝醉回来多恐怖？大哥，安静一点啦，吵死。
在睡觉。嘘，什么鬼啊？你走开！我才不要！小时候都是这样抱你的、啊。来嘛，别跑！哎呀，你别跑啊！你去哪里啊？抓到你啦！小坏蛋，爱乱跑。我跑不掉，最后只好屈服了。完全不记得啊！你们小时候不是都这样？嗯，那我是妙劲啊！你哥就是因为昨天喝醉酒，才想到小时候抱着你睡觉的那种感觉啊！你妈妈刚才看了，哇，好温馨哦！可是他昨天，好啦，算了啦，说再多没用。大哥，我拜托你赶快结婚好不好？你要是每次喝醉回来都要我这样子陪睡的话，我绝对会离家出走，告诉你。好了好了，快点快点，子良要上班呐，不然待会要迟到了，动作快点呐！我先去干嘛？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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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啊！还想睡？你给我起来，起来！上班了，妈，起床起床起床了，去刷牙了。你没牙哥，我头痛哎，我才头痛吧！我一整晚忍受你吹过来的臭酒气，恶心死！大哥，昨天怎么样啊？千惠送你回来的路上，是不是该发生的、不该发生的都发生了呢？喝太多了，我什么都记不起来。那倒是。为什么是千惠送我回来？好，你断片了。依照爸说的，千惠送他回家的时间，应该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子良，啊，听恁爸跟恁妈讲哦，昨晚哦送你回来那千惠小姐哦，袂歹呢，你哦爱好好把握啦。对啦，要好好把握。千惠找囡仔哦，你看起来落落大方，真有礼貌呢，啊，真歹代志。如果做暗时出去哦，唔通想我回来厝的人会烦恼呢。赞赞，我跟你讲，像这样女孩子三观正确的哦，已经不多了，真的要好好把握。我该讲几句话话吼，我来知吼，讲话得体，真有外缘。大哥，人家女生都这么贴心送你回家了，你是不是该表达一点谢意啊？我知道了，不如下次把他带回家来吃饭，让大家认识认识，怎么样？他送我回来，爸妈都看过了，这样够了吧？说不定啊，事情跟大家想象的那样，大哥呢只是碍于大家的期待，此刻他心里正呐喊着：够了够了，饶了我，对吧，大哥？够了够了，头很痛，你小声一点好不好？真正参像子杰讲的，你有考中哦？没有啦，阿妈，就约会很消耗我的时间，还有我的精神啊。像我现在宿醉，哇，我头就痛哎，我可能还要两天才能恢复哎，这样就会影响到我的工作。阿妈，我们就先不要约了，好不好？你现在约会都要喝这么多酒吗？不是啊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先不要约会了哈，这工作较重要了，约会再说，哦，再不讲了，来请假，请假。
好。大嫂您好。果然文明不如见面了。他是我们家阿姨徐姐。大嫂在那里啊。小月，他就是昂杰嘛。欢迎。大嫂，您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年轻呢。我就想说，奇怪了，是谁可以把当年这位黄金单身汉啊给套得这么牢？今天看到大嫂啊，发现你这个气质啊，高雅大方，美貌啊也是万中无一。真是羡慕你。谢谢你的夸奖啊，昂锦，你看起来很年轻呢，穿着既时尚又有型。应该是我们富康要羡慕你才对，不然他怎么会一直把你放在嘴边呢？大嫂，他会说话了。好了好了，别站着说话，坐吧。哦好。大嫂，初次见面，这个呢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，希望你能够笑纳。哎呀，人来就好了，何必这么破费呢？因为我听这个富康讲说啊，你喜欢翡翠，刚好呢我朋友最近进了这一批货。我特别挑了这只手镯，希望你会喜欢。来，你还懂翡翠？嗯。哇，这已经接近高冰玻璃种了耶。这只手镯啊，看起来是高雅大方，最符合大嫂您的贵气。哎呦，这个看起来不错，不便宜吧？大嫂喜欢才是最重要的。谢谢。对了，还有啊，还有啊，来，这束花呢，也送给您，祝您啊青春永驻。谢谢谢谢，已经很久没有人送我花了耶。哎呀，富康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嘛。虽然两夫妻啊，这个在一起久了，但是啊。不能够忘记初心，每天呢、还是要制造一些惊喜和浪漫，这样生活啊才会有情趣嘛。你哦，真的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不像我，我就是每次啊都遇人不淑，所以才会都常常被抛弃。啊，被人家抛弃？我离婚了。Twice。妈，那我现在都啊，这都对都来呀、我在，我买的、你记不记得前几天看到我买很多的包裹，其中一箱就是这些刀。那我以前用的刀你放在哪里呀、我拿去那个资源回收站回收。你把那些刀都给我扔掉。妈，我跟你说，你之前用那些刀已经太危险了，我上次用那个刀身跟刀柄还分开耶，如果万一哪天你受伤了怎么办？我跟你说，这些刀都是进口的，很厉害。我不要用国外的，我爱台湾，我要用台湾的。我也爱啊。自己不要用，雪公现在都要对我多久，那些刀都是养活我们五家这几口人呢。我用个当顺手，你不要用用用歹。大猪大鱼给它弹掉。对不起啦，我不晓得你会舍不得那些刀，我下次一定会先问过你，好不好？哎呦。张曼荣哦，这是大心，搁知影讲哦，退出换新的刀，遐个刀哦用遐侪年啊，嘛好退休啊。啊，你咪定嫌讲哦，遐个刀无来，三两工都爱去磨一个，安尼拄啊好啊。曼荣啊，你紧甲阮教看卖看，遐个刀哦是要安怎用？紧去，好好好。来，让我来跟你们解说一下，这里面呢最厉害的就是，噔噔，这一把。安怎讲？你看这边是不是有英文字？它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厨师自己出的刀哦，
甚至还有网络节目，一体成型，刀锋很利，拿起来又很轻，只要保持干燥，半年不用磨刀。哦，重点是它是一刀多用，什么都可以切。哎呦，一刀多用，你要坐几分钟啊？哎呦，我们还是要分一下讲究卫生嘛，对不对？是。大家好，我是林雨柔。最近的喜事就是我种出全台湾最好的冠军豆了，家有喜事少不了我。你家有喜事少不了我。家有喜事少不了我。谢谢，安静。这些啊，我都是请徐姐在外面随便买的家常菜。如果不合您胃口的话，你说一下，我马上呢叫她去买一些你爱吃的菜。好，好，我先吃一下那个椒麻鸡啊。哦，大嫂，这椒麻鸡啊，吃起来麻而不辣，还有糖醋鱼，看起来也都不错哎。这些菜啊。我都吃完了，我看我吃得非常开心的。你真的很懂吃呢，那下次就来点不一样的。好啊，大嫂，那我就先谢谢你啊。客气了，请。福康，不是主人吗？怎么感觉变得这么客气啊？你啊，来这一块鹅肉啊。要尝一尝啊，安静，不好意思，富康有三高的问题，所以饮食要特别注意。他吃别的，来，这块就给我了哈。哦，好了，这个大嫂说的也是有道理的。哎，你看看你，有个这么贤惠的老婆，多幸福啊！对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大嫂。这个饮食啊是要控制是没有错，不过偶尔吃一下美食，满足一下这个心理上面的需求，也是有益身体健康啊，对不对？那你看看我，我几乎也是每天啊都爱大鱼大肉，可是因为我常常去健身房，所以我也没有三高的问题啊。问题不在吃，而是要运动，所以我带富康啊去健身房，就是要教给他正确的观念，所以来这块肉吃一下。你说的也没错啦，没啊，来，安静，我看你的脸蛮光滑又紧实的，这个应该没有办法靠运动吧？大嫂，您这个眼睛啊真是利。不瞒你说，我真是定期啊都去修修脸了，我去抽一下这个眼袋啊，哪些肉毒啊、玻尿酸这些啊，我都做过。你有去微整啊？当然，微整先说不好，现在很流行啊。哎，变帅，然后你变美，提高你的自信，现在生活不是很开心吗？对，就是这种心情。嗯，对，大嫂。既然你刚讲了，我就顺便问你一下，你看一下我这张脸啊，有哪边还需要修修补补的，你可以给我一些这个宝贵的意见。我啊，认识一个医美诊所的赵院长，我很熟，他做得非常的好，只要他做过之后呢，你看起来啊，好像一点都没有整过。太好了，大嫂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社群网站的账号，我加你一下，以后有关于整形的问题啊，我都可以跟你请教。没问题，来，现在马上加。那个我扫你吧。好。哎，好好好。有了。大嫂，谢谢啊。不客气，赶快吃。好好好。
像失踪不经意的微微笑，我的心。你要是再这样持续盯着我看，我怕你会情不自禁爱上我。乖，去到2公尺以下咖啡树，方便你驾驭。你少臭美啦，谁会喜欢你啊？这个瑕疵洞。哦，不对。你是咖啡的害虫，咖啡蠹虫。至少咖啡蠹虫能在有咖啡因的环境下生存。就你这臭脾气，会孤老一生，没人爱。吴子健，嗯，我踩死你！踩我！踩！哎，跑啊！哎，你这样犯规吧，你拉了，走开了。他们真的是讲没两句话就可以吵架，哎，太厉害了。那么热，还有精神吵架，我头好晕哦，我要去休息。才多久啊？我累了。你，就犯规吧，不要拉我手。不拉怎么踩呀？开了，踩，没踩到吗？不跟你玩了啦，你到底有没有叫你哥跟我姐来帮忙踩咖啡豆啦？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还说好几次了，已经通知了啦，烦不烦？你不要在这斜坡玩好不好？下坡还玩那种游戏，小朋友怎样？幼稚鬼啊！这里有位置，好累啊。那里有蛇啦。蛇？小姐，你骗人的方法还跟你身高一样，停留在国小。我们上来多少次了，哪有什么蛇啊？骗小孩啊！你不信啊？不信。小杜。死了！干嘛啦你？蛇嘛，有蛇啊！你要假蛇来骗我？没有啦，我们是为了夏天先来偷吃咖啡果的猴子跟松鼠啦。我们一个怕鬼，一个怕蛇，还真的是兄弟耶，还如胶似漆，我好恶心哦！什么如胶似漆啊？走开呀！你也是啊，蛇出去玩了。我给你了，我懂不了了。老婆，你怎么了？怎么看起来有心事的样子？就慢慢的。嗯，是谁欺负你了？你跟老公说，我就帮你教训他。你妈？我妈又怎么了？我看呢，家里的刀都旧了，好心买了一整套新的给她，原本以为她会很开心，结果她是不是说啊，这刀子都还可以用啊，嫌你浪费，对不对？我妈从以前就是这样了。东西一定要用到坏到不能用了才肯买新的，讲好听一点是节俭，讲难听一点就小气。我去帮你跟他理论。哼，哎，老公，等一下，坐下来。哎，你不要那么激动嘛。其实呢，你哄一哄我，我就没事。我亲爱的老婆，我应该怎么哄你呢？嗯，这个我就会了。嗯啊，嗯啊。可以哦，这样子我就气消了。嗯，哎，老婆，以后如果再发生这种事，你就全部都推给我，让妈直接来找我算账啊。就算这样，妈也不会对你生气，妈反而会怪我说我怎么没有阻止你。反正呢，在她心里你就是一个乖儿子，我就是一个不听话的媳妇。
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洪都拉斯，我会做捷运啦，我还知道哪条线到哪条线呐、啊，家有喜事少不了我。你家有喜事少不了我。家有喜事少不了我。哎、欸，老婆，以后如果再发生这种事啊，你就全部都推给我，让妈直接来找我算账啊。就算这样，妈也不会对你生气，妈反而会怪我说我怎么没有阻止你。反正呢，在她心里你就是一个乖儿子，我就是一个不听话的媳妇。女人真可怜啊，结了婚之后要进入一个全新的家庭，适应一群陌生人，还有全新的生活习惯。老婆啊。您辛苦了哦。我心不苦，是命苦。真的假的？开玩笑。来，要是我们能住在外面，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。哎，你可千万不要跟妈这样说，她会以为是我怂恿你的。不然以后我们还是尽量避免出现在这个家里好。这个啊，以后再说吧。早点睡，明天还要帮雨柔还有子健采那个咖啡豆呢。对，没讲我都差点忘记了。对，睡觉吧。你要干嘛？我只是要帮你关灯而已。哦。爱你啦，大贝贝。嗯。晚安喽。晚安，老婆。帮忙都来了，林雨柔这个事主居然还迟到，脸皮真厚。你的嘴除了嘴别人之外，就不能做点有建设性的事情吗？终于来了。哎 ，Juby 你也来啦。大家好。我刚刚是因为去接 Juby， 所以才晚一点点到。你就在我的地盘乱说我坏话，你好意思吗你？小姐。烘豆的时间差了几秒钟就能毁掉一锅豆子，你还好意思说什么？晚几分钟？我每次跟你说东，你就给我扯西。我也是被你传染的、啊，我以前没这毛病，你要检讨。吴子健，你嘴烂掉！你身高缩水，你臭花椰菜头，哈比人。你俩怎么样？哈比人错了吗？他们两个常常这样吗？看过这视角吗？是总是 ，always。准确来说呢，是一见面就吵，这种吵法。哇！哼，姐、姐夫，谢谢你们来帮忙。你是我唯一的妹妹，我当然得来帮你啊。我是个夫唱夫随的新时代好男人，我老婆在哪，我人就在哪。哦，姐，你婆婆不找你来吧？她。我跟二嫂、二哥都已经说好了，你不要质疑我办事能力好吗？我在跟我姐讲话，你插什么嘴啊？你刚刚那样问就不信任我啊？我说不会让两边妈妈听到，是不会让他们知道。哦，姐夫，你可以叫弟弟闭嘴吗？啊，小俊。你怎么了？我帮洗的。我忘了带鞋带了。哇哦！谈恋爱哟！不要看啦，害羞。给你。
谢谢。会不会很重啊？我帮你拿。好啊，谢谢。今天怎么那么热啊？我这里有电风扇，你用这个，这样吹就不会热了。啊，谢谢。你坐这边，这边休息，这样比较舒服。我这边有水，你补充一点水分。啊，谢谢。我有手帕，我帮你擦一下。谢谢。这边也有。老婆，你看那两个。子健怎么脸臭臭的、啊？该不会是身体不舒服吧？我看是心里不舒服吧。心里不舒服？吃醋啊！子健跟红红从小就黏在一起，现在多了一个会吸引红红的女生出现，子健当然觉得被拆散了。就跟你们女生一样，闺蜜谈了恋爱，另一个就不开心喽。我好像怀孕了。啊？因为我妈妈说喝到口水会怀孕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！干嘛？不要唱啊，难听哦。东海辛苦了，辛苦啦，谢谢老师。好像还没熟哎，对，有熟吧？有，半熟半熟。谢。哎，泽健的。哦。作弊。这个给你。谢谢。我也要。拿去。洪少爷，来，哎，你吃吃看，吃一下吧。吃看看，吃。抱歉，我再烤一下。你在谈恋爱了？没有的。我回来了。姐，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，你为什么会喜欢吴子涵？我跟你姐结婚多久了？还问这种问题？我是真心想问，不是表面，是真心真心那种阿拉金。好了，阿拉收了。好，那我就来跟你们说，我跟他第一次见面呢是在一个品酒会上。前一天晚上我值夜班，隔天早上要帮同事带早班。太甜了，没关系，谢谢。为了要选一款适合情人节活动的红酒，午餐都还来不及吃，就匆匆忙忙赶到品酒会场。当我第一眼看到曼柔，周围的人跟声音好像瞬间消失不见了，我的眼中只看得到她一个人。先生 ，Hello， 先生，我在问你，你们家的酒是什么产地？哦，法国勃艮第啦。是什么等级的？小姐，你要不要先坐着吃点东西再品酒，胃会比较舒服一点。没关系。麻烦你介绍一下你们家酒的特色。这款是我们家销量最好的酒，是用黑皮诺葡萄酿造的，它有一点淡淡的樱桃香味，单宁味不重，喝起来很顺口。你这种介绍方式对于刚喝红酒的人来说可能没问题，可对我来说不太 OK。谢谢。小姐，没事吧？来来来。你先坐着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这边，小心小心小心，你脚有没有扭伤啊？我没有扭伤啊，只是鞋跟好像断了。我看一下，那就好，这样还比较容易解决啊。你会休息啊？不好意思，冒犯一下。
家有喜事，少不了我 ，Of course。你家有喜事，少不了我。家有喜事，少不了我。喂，你干嘛？现在两只鞋的鞋跟都断了，你就不用一高一低走回去啦。这双鞋是我好朋友送我的，你没有经过我同意就把它弄坏，什么意思啊你？初次见面，我对这个人的印象差透了，希望这辈子都不要再遇到他。为了筹备情人节活动，我几乎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。就怕哪个环节没盯好，出了错。请问是酒送到了吗？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再想办法。拜拜。怎么啦？我选的那批酒报关出了问题，被扣在海关了。啊？那怎么办呢？啊！我想到了。前天有一个酒商把这支酒送过来，说希望你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嗯。这支酒还不错哎。嗯。那酒商有留联络资料吗？在这里。吴子汉。我当时不过想碰碰运气，没想到居然真的有足够的红酒可以供应。而且还答应当天会送来。哇，不错耶，看起来蛮浪漫的。哎，这个红酒装饰是谁的点子啊？是酒商弄的。他说如果这个装饰 OK 的话，他可以马上赶工把所有的酒都完成。经理，酒商来了。就是喜欢着你 ，Love you。是你。你们两个认识哦？前台的酒就是他送来的。林小姐，谢谢你给我这次合作的机会。我才要谢谢你呢，帮我解决个大问题。哦，对了。这个红酒装饰是你的 idea 吗？哦，对啊，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吗？没有，我觉得非常好，非常符合我们情人节的主题。你喜欢就好。这是我跟子汉第二次见面，我对他的印象也彻底翻转。林小姐，忙完了吗？忙完啦，情人节活动终于圆满结束，可以轻松一下了。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在等你啊。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对不起啊，上次把你的鞋弄坏了，所以我特地去买了一双新的给你。严格说起来，这个鞋不是你弄坏的吧？我知道啊，丘比特弄坏的吧？我的爱这辈子奉献给你，这是属于我们的歌。我会证明，只给你生命。最重要位置，走向未来白发时候，愿用一切交换你永远在我身边。嗯，刚刚好，非常完美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尺寸？上次把你鞋子弄坏的时候，我有看到你的鞋号。每一刻每一秒，你是唯一。我觉得这双鞋就像童话故事里面那双玻璃鞋一样，而我就是那位王子。
一直在苦苦寻找一个能让我心动又让我着迷的公主。林曼柔小姐，你愿意做我的仙杜瑞拉吗？跟子翰碰面，我的心就扑通扑通的狂跳。也太浪漫了吧！朱比，二哥是我师父哦，你要我的浪漫吗？其实那次我表白哦，心里面还蛮忐忑的。因为我很怕太直接，曼柔会直接把我列为拒绝往来户。我就是喜欢直接的人，就是你的直接姐，一双高跟鞋跟一个老掉牙的童话故事就可以骗到你，你也太好骗了吧？其实呢，之前有很多条件比子翰更好的人追求我，可是我都没有 feel， 心动了就是心动了，感觉是骗不了的。姐姐问你们，如果你们遇到了一个人，他完全不符合你的择偶条件，可是你却想要义无反顾跟他在一起，请问这是什么？是爱情。That's right。为了能跟喜欢的人多相处一分钟，你不怕回家会被爸妈念一个小时？只要能跟喜欢的人在一起，不管去哪里都可以，就算天天吃卤味摊也会觉得很幸福。总而言之呢，我觉得跟你在一起我很放松，可以完全的做自己，不需要做出任何的改变，这就是我选择吴子翰的原因，懂了吗？老婆，我感受也是跟你一样，认识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。哎呀，二嫂，你跟他说那么多也没用啊，他就只知道种咖啡，演浪漫细胞也没，八成没谈过恋爱吧。就算有，以他这个臭脾气，也一定会被男友揍。不要乱讲话。我说错什么了吗？你不知道雨柔的事情，可不可以不要乱讲话啊？你是笨蛋哦，二嫂，我是哪一句话踩到他的雷啊？不好说，有机会你再自己问他吧。富康，你竟然背着我做出这种事！曼柔爸爸会不会和你爸在一起啊？吴德超，哪敢对不起我？
或者垂圣像。哎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吴子翰。噔噔，我已经离开红酒的业务，到曼柔妈妈投资的美妆公司上班了。被老妈知道你就……如果等一下看到我们两个，心情会更好。在是孤单的人，牵手成为最好的我们，最好的你在我身边，最好的永恒。我不再是孤单的人，有你的吻，记得你我奋不顾身，你多风雨交换了青春，你不再是孤单的人。